The great St. Bernard Pass connects Switzerland to Italy. At 2,473 meters, it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pass in Europe.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St. Bernard,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lies about a mile away. For hundreds of years, St. Bernard dogs have saved the lives of travelers crossing the dangerous pass. These friendly dogs, which were first brought from Asia, were used as watchdogs even in Roman times. Now that a tunnel has been bui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pass is less dangerous. But each year, the dogs are still sent out into the snow whenever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 Despite the new tunnel,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who rashly attempt to cross the pass on foot. Okay, now let's com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好，课文我们就读到这里，请大家和我从头一起来看啊。The Great St. Bernard Pass. 文章一上来有一个挺长的主语呢，就是指这个圣伯纳德大山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圣伯纳德大山口连接着什么和什么，位于什么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Connects Switzerland to Italy. 原来它连接着瑞士与意大利啊。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connect 这个词。connect 这个词啊是指连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说台湾呢通过台湾海峡与大陆相连。我们也可以说台湾海峡连接着大陆与台湾。Okay, how to say that? 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啊，台湾海峡的标准说法应该叫做 Taiwan Strait, right? Okay. Taiwan Strait connects mainland to Taiwan. 好了，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啊，我们说 connect 这个词呢来表示连接，它是比较万能的说法。哦，什么叫做万能的说法？说白了就是万金油啊。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般来讲都可以用这个 connect。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小词 contact。 contact 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它强调的是与人之间的联系。好，我们说保持联系就叫做 keep in contact with somebody。 And the next one, relate。 relate 呢也是表示联系，但它通常是用在抽象的含义上。好了，我们赶快来看看下面这样的一个例句，说啊，说犯罪率的上升呢与失业率的增多密切相关。好了好了，这句话听上去有点长啊，我们先来从中文的角度整理一下，这句话的主语应该是谁呢？那就是上升，犯罪率的上升。与什么有关呢？失业率的增多。大家找到这个主语是谁了吗？首先应该是犯罪率的上升，对不对？那么在汉语里面呢，我们把这个犯罪率的当成是一个定语，放在了上升的前面。但是在英文的表述当中呢，你要首先突出你的中心词。于是我们就说 The rise in crimes relates closely to the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The rise in something 叫做在某方面的上升。我们在第四课曾经讲过那个 Alfred Block 的双重生活啊，当时我们得到了一个短语，说他社会地位的上升，大家还记得吗？叫做 his rise in status。 OK， 所以我们说犯罪率的上升啊，就叫做 the rise in crimes。 接下来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失业率的增多。那么为了避免和前面提到的上升这个词呢相重复，为了避免重复，我们要换了一个说法 increase。那么失业率的增多叫做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OK, the rise in crimes relates closely to the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OK, the next one, link. Link 强调的是链接，表示的也是指与什么什么相关联。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说流行性感冒呢大多都和病毒有关。好，我们就这样说了啊。Flu is linked to virus. Flu 是指流行性感冒。Virus 指的就是病毒。好了，那么这几个短语讲过了之后，我们好像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啊，
几乎呢差不多它们的后面表示与什么相联系都可以用到介词 to。OK， 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遍啊 ，connect。Taiwan Strait connects mainland to Taiwan. Contact. Keep in contact with somebody. Relate. Rise in crimes relates closely to the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Link. Flu is linked to virus.好，接下来这句话呢，我们后面还见到了 Switzerland。嗯，瑞士这个国家据说是一个风景异常秀丽的国家。OK， 那么顺便问大家一句，那么大家知道瑞士人说什么语呢？大家千万不能告诉我说瑞士语啊！我们说瑞士呢，这个国家是要分很多的这个语区的啊，它有它的英语区，还有它的法语区和德语区。OK， 不过呢，瑞士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说德语的。OK， 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发音不是 Switzerland， 而是 Switzerland。Say Switzerland is a country in Western Europe, known for being a neutral country。我们说瑞士这个国家呢，是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个中立国。嗯，人家是一个中立国家。那么呢，离瑞士不远还有一个国家，我们叫做 Sweden。Sweden is a country in Scandinavian.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个国家呢是瑞典。当然了，瑞典人还是要说瑞典语的。嗯，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两个单词再来复读一下。Switzerland, Sweden. OK, 文章一上来第一句话呢就像我们大概其介绍了一下啊，这个圣伯纳德大山口差不多是位于什么地方，嗯，使我们这些读者呢未必有这样亲身体会的经历，但是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差不多呢它是位于意大利和瑞士的交界的地方。At 2473 meters, it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pass in Europe. 原来海拔2473米，它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大山口了。The famous monastery of Saint Bernard,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Lies about a mile away.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啊，下面的语言呢，把重点放在了 monastery 的身上。原来作者啊，并不是在给我们去讲圣伯纳德大山口怎么样，而是在讲圣伯纳德修道院。OK， 那么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呢，始建于11世纪，位于离山口一英里远的地方。好，我们说啊。我们在逗号的后面见到了 which 引导的一个非限定定语从句。嗯，那我们曾经在前面也提到过的啊，说非限定定语从句呢，与定语从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啊，那就是一个是紧挨先行词，而另外一个呢，则是被逗号相隔。那显然了，非限定定语从句呢，就是被逗号相隔，远离了它的先行词。因此我们说呢，它与它的先行词呢，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就不是十分的密切。或者说呢，作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提供一些与中心关系不是非常密切的一些信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当我们在做快速阅读的时候啊，是可以适当的略读的，甚至是可以不读的。那么关于这句话呢，我们也是请大家跳过这句话来看一看它的真正的谓语在哪里了。哎 ,lies about a mile away. 著名的这个圣伯纳德修道院呢，距此仅一英里之遥。嗯，所谓的距此指的就是距那个圣伯纳德大山口仅一英里之遥。OK。好了，那么这句话才是第二句话的一个骨架结构，它告诉我们具体的圣伯纳德这个修道院和圣伯纳德大山口之间的这个地理上的这种位置关系。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要看看作者顺便向我们多提供的一些附带信息。他说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原来是始建于11世纪的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我们来看看里面的这个 found 这个词。OK, 我们说 found 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 find,找到这个词的过去式或者是什么过去分词，因为它本身呢既作为一个动词原形表示建立的意思，而且作为建立这个含义呢，可以说 found 是最正式的说法。好，我们说联合国呢是在1945年成立的。 United Nations was founded in 1945. Next one, establish.
Establish 这个词呢，也是建立的意思。It means to start a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它是指呢，建立一家公司或者是成立一个组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句啊，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啊，这个洛克菲勒呢是在1870年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Rockefeller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in 187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onstruct 这个词。Construct 强调的是构造。我们说 construct a bridge。Construct a bridge 就是修建了一条大桥。说起来修建这个词呢，我们肯定要看看下面这个 build。我们把这个小词呢放到了最后。build 这个词呢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表达和一个一般性的表达。那么平常我们说盖房子可以叫做 build a house。那么如果我要是说了一句 build a computer, 我问大家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当然不是指盖了一台电脑，叫做攒了一台电脑。Okay, the next one. 接下来一个呢是关于 build 的短语了，叫做 build up。up 有加强的感觉，所以说 build up 是增强和加强的意思。好，你比如说 build up energy, 叫做增强体力。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呢，最重要的是要 build up credit, 树立信誉。Alright, once again, fund.United Nations was founded in 1945. Establish. Rockefeller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in 1870. Construct. Construct a bridge. Build. Build a house.Build a computer. Build up. Build up energy. Build up credit. 那 let's come back to the story. 请各位和我一起回到我们的课文啊。好，我们说第二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圣布纳德修道院呢，大概其实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了。For hundreds of years,St. Bernard dogs have saved the lives of travelers crossing the dangerous pass. 他说几百年来呢，圣伯纳德修道院所养的那些小狗啊，拯救了许多翻越这道山口的旅游者的生命啊。那么作者在这里呢，用了三句话，那么告知了我们三个他想描述的事物啊。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圣伯纳德大山口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山口。接下来的第二句话告诉我们说呢，圣伯纳德大山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修道院，距它只仅一英里之遥。那么到了第三句话又告诉我们说，圣伯纳德修道院的小狗们，经常会挽救那些旅游者的生命。 OK, 好了，我们发现呢，这个描述的事物这种关系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逼近了。好了，那么说到这个挽救别人的性命呢，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 save the lives。Save 这个词呢，往往是和救命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一些口语的东西啊。How to save life? 如何挽救我们的性命呢？好，一说到救命呢，中国人肯定首先想到就是，千万不要杀我啊 ，Don't kill me. OK, 我们说千万不要说这句话哦。也许人家还没打算杀你呢，然后你又说 Don't kill me. 他心想不妨 ，OK, 就 kill you 吧。好，要不要说下面这句话呢 ？Please save my life.请救我的命吧。我们说 This is foolish enough. 千万不能蠢到这种地步来说这句话。那么要不要说成 help? OK, 大家知道 help 是当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去喊的呢？ When you fall into a river, but unfortunately you can't swim. 那就是当您不会游泳却落入河中的时候呢，你要高声的尖叫 help!原来是救命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人打劫，有人用什么东西来威胁你的生命，你最好不要喊 help, 因为你这样会使歹徒异常的震惊。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说吗？请大家看最后下面这个句子 spare me, spare me 就是饶过我吧，放了我吧。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保命的话，如果你失足落水，你要记得喊 help,
如果有人打击，威胁你的生命了，千万不要喊 help, OK? 因为高声尖叫呢会惊吓了他。好，请各位回到我们的句子当中啊，这些可爱的小狗，善良的小狗，挽救了无数 travelers 的生命啊。travelers 是旅行者的生命。那么接下来我们在 travelers 的后面呢，看见了现在分词，做它的后置定语。嗯，怎么样的旅行者呢？是指那些正在穿行这个危险关口的旅行者们。好了，在接下来的语言当中，我们见到了 dangerous 这个词，这说明呢，作者在这里面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山口呢，实际上还是非常危机四伏的。These friendly dogs, which were first brought from Asia, were used as watchdogs even in Roman times. 好，接下来呢，作者用了一个相当褒义和赞扬的正面色彩词来赞扬这些小狗，我们见到了就是 friendly, 所以显然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明确的态度词来看出作者对这些小狗是带着无限崇敬的心态的啊。这群友好可爱的小狗们呢，接下来逗号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了一个维持引导的非限定定语从句。可以这样讲啊，大家是不会见到一个 that 引导的非限定定语从句的，因为 that 是不可以引导非限定定语从句的。那么接下来说这些可爱的小狗怎么样呢？他们最初是从亚洲引进的，并且从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被当成是一个看门小狗来使用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看门小狗叫做 watchdog。这个拼写呢，既顾名思义，他说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watchdog is a dog to watch。那就是说，一条小狗，它的功能和作用是干嘛？原来是用来看门的。另外呢，我们说啊，经常在那个 China Daily 上面啊，用 watchdog 来称监督部门啊，原来监督部门的功能是不是就跟 watchdog 是有雷同之处呢？好，接下来像这种啊，我们说这个 watch 啊，用这样的名词来表明后面的这个事物的性质和特征的这种特点。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其他的说法，你比如说 paper tiger。那么纸老虎这个说法呢，可谓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人尽皆知，但是大家未必知道的呢，就是这句话最初的语言应该是毛主席啊。这个毛主席当年呢想称这个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当时呢这句话就难倒了翻译。不过还好啊，当时他自己就想出来这么一句叫做 paper tiger。于是这句话呢也就一直沿袭到现在，而且被很多人都接受了啊，纸老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mother tiger。我们知道，如果说只是强调老虎的性别的话呢，应该称雌老虎叫做 tigress。我们在第一课就讲过了。但是这个 mother 呢，放在这里面，显然是对这个 tiger 呢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那就是说，具有那种很厉害女人那种特征的，像老虎一样的啊，我们叫做母老虎 ，right？OK。The next sentence, 好，我们接着向下看啊，下面这个句子。Now that a tunnel has been bui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path is less dangerous. But each year, OK, 我们先读到这里啊。Now that 至于句首呢，我们说通常是表示原因的啊，叫做由于呢有一条隧道已经在这个圣伯纳德大山之间呢已经开凿通了。那么翻越山口就显得不那么危险了啊，原来是山里开挖了隧道，因此这座山呢就不是那么的危险了。好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not that。 not that 往往是要置于句首，表示既然和由于。那么由于因果关系是所有逻辑关系里面最为重要的，因此呢就要提醒各位，对一些甚至是对所有表示原因和结果这样的短语都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not that 啊。一般来讲呢， not that 它后面的从句呢要用到完成时时态，这一点要请各位注意。那么既然由于什么东西已经实现了，它当时强调的呢就是指对现在有影响的事情，因此啊往往会用到现在完成时。好，举个例子吧，既然天已经黑了，你就不妨留下来吧。好，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来表达呢？ Now that it has been quite dark outside, you may as well stay. May as well do something, 叫做不如就做什么事情吧，或者说不妨就怎么怎么样吧。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表示原因的一些介词短语。那么在书面语当中呢，我们会常常用到这个 due to。
due to 呢是由于和因为的意思。你比如说啊，由于那场大雪呢，我被困在雪中长达两小时之久啊。Due to the heavy snow, I was firmly stuck on the road for 2 hours. OK, 那么我们知道啊 ,because of 呢是一个更加口语化的表达而已。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个 owing to。OK, owing to 这个短语要提醒各位，它一般呢只用于句首，一般不能放在句中啊。好，我们说由于它的帮助和它的种种好意，我们最终呢平稳度过了这场危机。好，我们说度过危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短语叫做 weather the storm。 weather 呢做名词本来是天气的意思，storm 则是暴风雨了。 weather 在这里面呢就变成了一个动词，叫做度过危机，度过难关。 OK,我们一起把这个句子来造一下好吗？ Owing to her help and kindness, I finally weathered the storm. OK, now the last one, that's thanks to. 好，请大家看一看最后我们出的这个 thanks to, 字面上的意思确实是表示感谢啊。It's only used to explain why or how something good has happened.这个英姐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它呢这个短语往往是用来解释和表达说为什么这个好的事情发生了，或者说它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说白了呢，它也是用来表示原因的，只不过它是带着感激的口气。那么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个名人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的时候呢，往往会感谢自己的母亲，说多亏了我的母亲啊，我首先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只有她才使我达到了今天的地位。Thanks to my beloved mother, I've got where I am today. 多亏了我至亲至爱的母亲，才有了我的今天。I've got where I am today, 叫做字面上说，我到达了我现在的位置，意思就是取得了现在的成就。OK, once again, 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Now that it has been quite dark outside, you may as well stay.Due to the heavy snow, I was firmly stuck on the road for 2 hours. Owing to her help and kindness, I finally weathered the storm. Thanks to my beloved mother,I've got where I am today. Okay, let's come back to the sentence. 请大家回到刚才的那个句子上啊。既然呢有一条隧道修好了啊，由于有一条隧道修好了，这个大山口呢不就不那么危险了吗？但是紧跟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but 这么大的一个语篇标识词，一下子就表示了一种程度的一种转折了啊。说尽管它现在不危险了，但是呢 ，each year the dogs are still sent out into the snow whenever a traveler is in difficulty。但是每一年呢，圣伯纳德修道院的小狗还是要被派到雪地里面去帮助那些万一遇到困难的旅游者。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句子的这个 but 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语篇标识词，像 but、however、in spite of、despite、nevertheless 都可以说是用来表示某种程度转折的语篇标识词，它预示的都是前后句的逻辑发展呢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句子。他前面说 the path is less dangerous 啊，说到这个大山口呢已经不那么危险了，要是按照常理来推呢，既然不危险了，那么就没有人会有危险，没有人会有危险，小狗也不应该去放到雪地里去了。那么则恰恰相反，我们见到了一个语篇标识词 but, 于是我们说后面的事情的发展方向呢是和前面的不危险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啊，不危险却仍然要做什么事情。OK, 所以大家以后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见到了刚才我们所罗列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语篇标识词，就应该立刻引起自己的注意。这说明呢，作者呢在缓和了一些矛盾之后，却忽然摆出了真正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whenever 相当于 if ever， if ever 就是每当和每逢的意思。
Alright, for example, 我们来看看，举个例子啊，说，只要你有困难，每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知道。Whenever you are in trouble, just let me know. Okay, let's continue. 好，为什么说有的旅行者仍然会有危险和有困难呢？ Despite the new tunnel,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who rashly attempt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又见到了一个大大的语篇标识词在前面呢？就是 despite, 说尽管呢有了这条新隧道。哦，尽管有了这条隧道，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说它危险却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仍然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他们仍然怎么样呢？他们想冒险徒步跨越圣伯纳德大山口。 Rashly 是形容这种鲁莽和草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ttempt to say attempt to do something是书面语的表达，用来表示企图。It means to try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difficult or dangerous. 它是指啊，企图要做一些非常有困难，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 try to do 则是我们非常口语化的表达，叫做试着。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怎么来记忆 attempt 这个词呢？首先呢，要给大家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tempt。Tempt。作为动词呢，是引诱的意思。好，我们不妨呢来这样记忆啊 ：When you are tempted, you will attempt。这句话是说啊，当你呢被诱惑了的时候，你就会企图去尝试了。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啊？首先呢，要有一个东西去吸引你，你被之引诱了，接下来你可能才会有一个打算，企图去尝试一下 ，right？OK。好了，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啊 ，attempt to, try to do, attempt. When you are tempted, you will attempt. Okay. 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见到了啊，说 on foot, 对那些企图徒步穿行大山口的旅行者们来说啊。徒步穿行实在是太危险了。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个 on foot， on foot 是指啊徒步的。那么我们说，如果是乘车啊、乘船呢，或者是乘飞机呢，我们要借助于一个表示乘的这样的使用交通工具的一个介词，叫做 by。那么要提醒各位一点呢，就是 by 在和它的后面的交通工具之间呢，是不可以有任何修饰成分在里面的。那么所谓的没有任何的修饰成分呢，是指不能有任何像是定冠词、不定冠词，或者是人称代词，或者是其他的修饰语等等。也就是说，只有介词 by 和后面光秃秃的单数形式的交通工具。好，我们说这个乘小汽车就叫做 by car， 乘船 by boat， 乘火车 by train， 坐飞机 by plane。那么再来看看下面这几个说法啊，我们说走陆路就叫做 by land。走水路 by sea， 乘飞机 by air。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后面的交通工具呢出现了形式上的变化，或者说它有了修饰成分，那我们说介词通常来讲啊就不能再是介词 by 了。 OK， 你比如说坐着小汽车来的啊，如果你强调的这种复数概念，你可以说 in cars， 他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来的，叫做On his bicycle. OK，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小问题啊。好，我们赶快来重复一下 ：On foot, by car, by boat, by train, by plane, by land, by sea, by air, in cars, on his bicycle. OK， that's so much for the first passage.好，第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第一段都说了些什么呢？前三句话向我们介绍了啊，就围绕着这个圣伯纳德大山口，就给我们介绍了三个典型的事物啊，大山口、大山口的修道院以及修道院里面的小狗。接下来呢，又说了说啊，圣伯纳德修道院的小狗们为什么之所以长时期的存在呢？是由于大山口始终比较危险，总会有人遇到危险。
于是呢，每当有人有危险的时候，小狗就要被放出去了。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作者在第二段又向我们描述了一些关于修道院的什么情形呢？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e monastery is very busy. 首先作者一上来告诉我们说啊，夏天的那几个月里面，修道院是忙忙碌碌啊。好，我们来看看 busy 这个词在这里面呢被翻译成了忙忙碌碌。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我们在这个第六课讲到那个珠宝店的时候呢，曾经说过马路熙熙攘攘，怎叫做 the street is busy 呀？那么修道院呢，当然不能翻译成熙熙攘攘了，它又不是商业街，要翻译成忙忙碌碌，right？那么作者呢，在第二段一上来，首先告诉我们说在夏天的几个月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应该怎么表达呢？During the winter months。Okay, good. 好，说到这个冬天呢，又让我想到了，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非常好的句子怎么表达呢？If the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多好的句子啊！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Okay, now once again, 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If the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Okay, 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文啊。说起来呢，圣伯纳德夏天的几个月呢，修道院呢是十分忙碌的。逗号之后的 for 呢，告诉我们为什么非常的忙碌呢？For it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cross the passing cars。原来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会驱车通过山口，那么就来这个修道院参观参观了。OK，好，大家请看，在这句话的末尾，我们见到了许多人驱车前来，叫做 in cars。显然在这里面呢，作者是为了突出和强调有许许多多的人，因此复数概念呢就成了这句话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因此呢，他没有使用 by car 是强调单纯的使用方式，in cars 则是强调复数概念了。A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 special enclosure. OK，那么大大的一个 S 置于句首，实际上它是引导了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啊。由于呢到处都是人，于是小狗呢只能被关在特殊的笼子里面了，或者说被关在专门的围栏里面了。好，大家请看这句话，一上来说的是到处都有人，它把它用作一个句子来表达了。那么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小问题，我可不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你比如说 with 的独立主格方式来表达这个含义呢？OK，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With so many people about，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一个从句就转变成了一个 with 的独立主格结构，是不是会使结构变得异常的轻巧起来呢 ？OK， 这是夏天的情形，那么冬天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啊 ，In winter， however， life at the monastery is quite different。说，然而呢，冬天修道院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哦。Life is quite different. OK， 那我们来看看啊。Life at the monastery is quite different. 修道院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OK， 那么除了可以说这个 quite different， 我们还可以说 totally different。事实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句子啊，是文章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句。那就是说，作者呢将从一个事物的一方面向它的另外一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方面去发展了。于是呢，前面既然提到了是夏天嘛，所以这个地方作者话锋一转，才转到了冬天。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冬天在哪些方面和夏天有着截然不同的现象呢 ？The temperature drops to 30 degrees below zero.And very few people attempt to cross the pass. 首先呢是冬天啊，这个温度呢降低到了零下30度，试图跨越山口的人就剩得寥寥无几了。好，我们来看看啊，表示温度下降，我们叫做 drop to。drop to 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表达，除了可以用来指温度的下降呢，还可以用来指价格的降低。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句子啊。我们说价格现在呢已经下降到了以前的一半了。那么只有以前的一半，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正好是我们在第四课讲到那个 Alfred Block 双重生活的时候提到的啊。他说呢，他现在赚到的钱只是他当初的一半。我们当时记得那句话叫做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right? 那我们说现在的商品的价格已经降到了只有原来的一半这么多了。那怎么说呢？
The price drops to only half as much as it used to. The price drops to only half as much as it used to. 好，那么表示下降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fall to， 只不过 drop to 呢，听上去更正式一些。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表示下降的其他的说法，你比如说 decline 这个词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拼写啊。第一，作为一个前缀呢，有向下和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含义。那么接下来的 climb 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 climb 爬这个词呢？那么向下爬，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说这个词呢，就是指下降，而且它专门用来指那个数量上的降低，数量上的减少。好，里边说出生率的下降就叫做 a decline in birth rate. Okay, the next one, descend. Descend 这个词啊，我们说呢也是向下的意思，而且呢是指高度的降落。好，我们说飞机缓缓下降了，就叫做 a plane descends.All right, once again, 好，我们一起赶快再来重复一下啊。Drop to, the price drops to only half as much as it used to. Fall to, decline, a decline in birth rate. Descend, a plane descends. Okay, now let's continue.好，首先呢是冬天啊，气温下降的比较低，那么游客呢都比较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圣伯纳德修道院里面僧侣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呢 ？The monks prefer winter to summer。关于 prefer to 这样的短语，我相信大家在二次的时候呢已经学得非常的充分了，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详细的展开了 ，OK。那我们知道那个 prefer 后面如果带上的那个介词 to 呢，实际上啊就是表示前者和后者相比呢更偏重于前者，更喜欢前者。那就是修道院的僧侣们呢与夏天相比更轻蔑冬天呐。为什么呢？接下来就是 for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在后面等着给我们做一个解释，说 for they have more privacy。原来这句话就是说啊，因为冬天呢僧侣似乎有更多的清静。The dogs have greater freedom too, for they are allowed to wander outside their enclosure.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伯纳德的小狗们怎么样呢？原来他们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原来就是他们被允许四处溜达溜达了。OK, 那么关于 wander 这个词呢，我们在这里面出去溜达的意思，我们会在后面有一个场合呢专门把表示行走的词给大家都系统的列出来。OK, the only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monastery in winter are parties of skiers who go there at Christmas and Easter. 好，我们来看看吧，冬天常来修道院参观的人都是谁呢？原来是一批一批的滑雪者们。原来他们只有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才到那里去。OK, 接下来我们见到了一个 regular visitor, OK。那么如果是强调的是常常到哪里造访的常客，我们后面要加上一个介词 to, OK。那么 regular visitor 在这里面呢是指经常造访、经常拜访的常客， OK。好，我们说那么经常烧香拜佛的那个香客，朝圣的香客就叫做 regular pilgrim。Pilgrim 是朝圣的香客的意思。好，如果是经常光顾某家店铺的常客、熟客，我们叫做 regular customer。regular customer。好，如果用来指军队 ，regular army 则是指正规军了。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说法要送给各位思考一下了。我们说这个 regular lawyer 则是指什么呢 ？regular 是有规律的，lawyer 呢是律师。那么什么叫做 regular lawyer 呢？那就是经常的从事这个事情的，是不是？我们叫做职业律师。Okay, once again, 我们赶快再来复习一遍啊。Regular visitor, regular pilgrim, regular customer, regular army, regular lawyer.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又见到了 parties 这个词。很显然 parties 在这里面呢应该是作为量词了，而不是什么派对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含义啊。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一看 party 表示一群和一批。
那么我们说量词呢，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被修饰词的性质和特征，往往呢带有褒义或者是贬义的感情色彩。嗯，那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一群造访者，我们就叫做 a party of visitors。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一群狐朋狗友，嗯，显然恐怕是指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嗯，他们结交了一大群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 a host of friends。显然 host 在这个里面呢就有贬义的色彩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群僧侣怎么来表达，我们用的是 a community of monks。 community 这个词呢指的是社区和公共团体，那么显然呢这个僧侣的性质呢是指啊聚集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说 a community of monks， 这样能够突出 monks、哎、这种人物他独有的这种特征和他的性质。好，接下来我们说啊一群年轻的女人，我们说 a bevy of young women。 bevy 这个词呢应该说是仅用来描述女性的。好，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说法，说一大群怪人，叫做 an odd collection of people。 那么显然 collection 这个词呢、本来是有收集的意思，那我们说把社会当中非常奇怪的人都收集起来，那实在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它是具有贬义色彩的啊，一群怪人。OK, the next one. 好，我们说一群难民，嗯，我们说难民呢、啊、都像洪水一样的涌入了，我们就叫做 a flood of refugees。 好，难民这个词的发音呢请大家跟我再来一遍好吗，注意一下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啊， refugee。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下面那个说法，我们说一群美女，嗯，美女给人的感觉可能是灿烂和耀眼的，于是他说 a galaxy of beauties。Galaxy 本来是指灿烂夺目的银河系，嗯，你说这个词搭配在一起是不是产生了非常美妙的感觉呢？ Alright, now once again, 好了，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 Party, a party of visitors, a host of friends, a community of monks, a bevy of young women, an odd collection of peopleA flood of refugees. A galaxy of beauties. Let's look at the last sentence. These young people, who love the peace of the monks, always receive a warm welcome at St. Bernard's Monastery. 接下来作者在结尾的时候说，这些热爱高山清静环境的年轻人啊，他们每年都会受到圣伯纳德修道院的热烈欢迎。 OK, 好了，最后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一下，所谓的受到热烈欢迎叫做 receive a warm welcome。 那么我们怎么来表达表示欢迎呢？嗯，大家千万不要说出来 express 这个词。 express 呢指的是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表示热烈欢迎，那么它正式的说法叫做 extend a warm welcome。Extend 有一个含义叫做伸出你的那个手啊，把手伸向哪里，所以说啊表示热烈欢迎叫做 extend a warm welcome。 好，说起来这个热烈欢迎呢 a warm welcome， 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要问大家。 warm 这个词呢在英文当中它只是温暖的意思，那么干嘛不说成 a hot welcome 来表达热烈的程度呢？实际上我们说这要究其文化和地理背景我们来分析一下了啊。这样比较之后我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呢是以大陆性气候为主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四季变化非常的明显，而英国呢是以海洋性气候为主的国家，尽管他们也有四季，但四季的区分不是非常的明显，因此他们会很少用到 hot 这个词啊，因为他们的天气当中对他们来说 warm 已经算是比较的热了啊。另外呢我们从民族性格上再来分析一下，英国人呢是较为含蓄和保守的国家，那么对于保守和含蓄的英国人来说，他用一个 warm welcome 来欢迎你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